哎，媳妇儿，都说现在女人很现实，你怎么看这事儿？说女人现实难伺候，那是因为你们男人的火候还不够。有人说怎么做才能骗取女人的真心？其实女人很简单，你不用骗她。她如果喜欢你，她会自己骗自己。当初跟你在一起没有嫌弃你穷，以后就不会因为你穷而离开你。真正让女人死心的，是因为你穷到连关心和理解都给不起。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男人是最可怕的，脾气比本事大，俩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吧，还不会沟通，只会发火，脾气暴躁。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女人是最累的。明明是自己不行，还把事情推到女人的身上。你等有一天他真行了，他真有钱了，他最喜欢做的事那就是换掉身边的女人。知道什么叫真心错付吗？就是把真心喂了狗，而狗却说还是他妈喜欢吃屎。哎呦我的妈！